来到综合联城226巷，我们的受灾户在昨天就紧急撤离，安置了12户53人。那今天一早又来勘察他们整个现场还有结构的损坏情形。目前看起来一楼的结构损坏是比较严重的，还是有安全值。那目前建筑师跟专业技师都是在现场为了做好结构安全检查。那53人在昨天晚上就安置在我们饭店区。啊，我们市民朋友也是都希望能够赶快让他能够到家里。那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整个专业技师做好结构补强，没有危险以后才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到一个安全的家。那这一段时间，我们成立了指挥所，来跟我们市民朋友大家一起沟通协调。目前面对这个结构上，在没有检测之前，我们如何面对，让大家有一个安心，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啊，至于整个房屋，如果在这个交易期评估出来，如果补强一定补强，如果不能补强，大家肯定要跟我们市民朋友沟通，一起共同面对。